罗志祥三十于台北小巨蛋开唱当天，更邀请到好友九一一担任嘉宾，让不少粉丝都相当惊喜呢。此外，当天有不少圈内好友到场支持。引人注意的是，曾与孙生交往过的 Wendy 也到了现场观看演出。事后，他还在社群上晒出开心与罗志祥的合照，并在文中写下祝罗主任生日快乐，演唱会大成功。从国小六年级追星到现在，国一的时候为了他的演唱会排了整整12个小时，最后也感性写下：真正留下的人才是最真心、最真实的。合照一出，许多网友都意外发现，原来罗志祥的脸这么小。该留言也调出 Wendy 亲自回复说道：十几年没变过，贴文一出也吸引不少粉丝留言按赞了。